因为我没有参加教民会，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举手表决。好，不过我想那天应该是讨论他的惩处，不是讨论他的退休案，因为根据法律的规定，除非陈老师他是有到达这个解聘的程度，就解聘的程度，他才不能退休嘛。所以那一天应该是审议他的惩处，并不是审议他的这个退休。退休的权责并不是在台湾大学的，是在教育部那里的。所以我们那一天是讨论他这个惩处的部分。那惩处的部分的话，我想现在会议记录先确认才会回复这个当初检举人。然后那如果他后面教育部审议他的退休的时候，我们也会把教评会审议的结果来呈报教育部。所以那一天应该是审议他惩处，不是审议他的退休。这我想我的了解大概是这样，跟您这边说明一下。